这是铁锤砸响旧世界的回音，和这十月革命横空出世，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红船上，共产党人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。这是镰刀划出新纪元的曙光，一群不屈压迫的工农弟子用前赴后继的壮举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。十月革命的一声枪响，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。至此，胡家五高小素旗、马恩烈雕像、通川红色革命摇篮悄然孕育。首任校长戴志安宣传新思想，成立救国团，成立中共达县第一个党支部。红色火种开始点燃，革命希望冉冉升起。新思想的窗口，革命的火种，教育团结了张爱萍、魏传统等一大批优秀青年。至此，爱国先进分子对党许下庄重誓言，决心推翻三座大山，是把封建奴役现状换新颜。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在这里，700多名胡家儿女义愤填膺，用血肉之躯捍卫通川土地一寸一滴，驱散黑暗，追随光明，坚信真理，为我们架起通向自由民主的天梯，只为不负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。开国将军张爱萍题下热血二字，为传统上将留下先烈洒热血，后继志如铁，金揽血字碑，奋起登天阙的豪情壮语。这便是英雄的底色，这便是共产党人的践行谏言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雄关漫道万水千山，走过百年风华正茂，旗帜飘扬昭示信念。如先烈们所愿，今天的新中国洒满自由的种、民主的花，百年之后一一实现。真理的光，正确的路，富强的国，每次回眸，沧海桑田。翻开通川画卷，依托红色摇篮，我们乘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，迎接新时代的召唤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坚定主程担当，我们勇往直前，描绘创新发展的蓝图，建设品质通川，展示胸怀天下的气度，打造有礼之城。我们不断向前，向前，向前。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，我辈应有共产党人傲然挺立，更续摇篮精神，传承红色基因，续写着中国未来的无限生命力。请党放心，振兴有我，请党放心，振兴有我，请党放心，振兴有我。